日前有网友到台中南天宫拜拜，看一张还愿小卡，上写着祈求娶蔡依林歌星。网友拍下照片 po 到报废公社，并笑称不要为难月老了，他只是个老人家，还表示我不是有意偷看的，实在是太显眼了。没想到这则贴文被媒体报道出来后，蔡依林本尊竟然看到了，还回应想和月老联名出脑宫系列，许愿单一张。可好，网友们看了都笑翻，不过也认为本尊转发应该算某程度的完成愿望吧。